数预测，我是欧崇敬，我是易如。佩洛西再过几个小时就要来台湾了，大家一定在问佩洛西到底干嘛在这时候来台湾呢？请大家稍微回想一下，他出发前才发生一件事，美国那边才过了一个法案，多少亿啊？520亿，对不对？好，520亿的法案就这样过了，他是专门为了半导体，所以老实说。佩洛西他其实这是一个半导体供应链之旅，我意思说佩洛西这个活动呢，或者他这项行动呢，不仅仅只是一个政治的行动，他更是经济上的行动，请观众朋友听清楚哦，他会是政治和经济相连的行动。其实我们的节目啊，会告诉大家好多政治或者军事的行为，他其实背后他是经济的目的。怎么讲呢？因为最终啊，总是要钱嘛。就好像我们知道整个美国啊，有所谓的军工产业。那你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军工产业似乎呢，就是军事工业，对，好像都是一大堆飞弹，对不对？对，或者说一大堆子弹，好像一大堆军人。哎，其实它真正的背后还是钱，是经济。好，那这个军工产业，老实说，在艾森豪当总统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已经美国控制了最主要的力量就来自于就是军工产业，当然还有另一批就是我们说的犹太人了哈。那这两批人呢，大概控制了整个美国的主流经济。好，佩洛西呢也是属于这里面的其中一个团伙。嗯，别忘了他的身份可是众议院的第三号人物，就是议长，他是整个美国的第三号人物，他是议长。所以这个法案过和他当然有密切的关系。那我们知道说，这佩洛西要来台湾之前啊，拜登和习近平还通了一个电话，这电话很长，对不对？长达多少时间？137分钟，对，两小时多哈。你认为137分钟，两个老男人在说什么？坦白说，他一定在对稿子。好，例如对什么稿子呢？我给大家举个例，譬如佩洛西。他的飞机怎么飞，以及中共那边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动作，他们是要互相对一下，万一擦枪走火真的干起来怎么办？好，所以我们后来看到佩洛西怎么飞，佩洛西是从夏威夷的檀香山出发，经过关岛然后到新加坡，那这样是不是就不用半飞了？好，既然不用半飞，那它的危险性就下降，好，那对整个国际的股市呢就会有不太一样的现象，对不对？对。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是佩洛西所搭乘的所谓军机，他是搭军机来的，没错吧？对。好，这个军机呢是有反飞弹的吗？没有，没有，没有，他不是坐那个最高级的那种军机哦。好，所以换言之，他只是军机，好，还算是中上等级的而已。好，既然是这样，那么就意味着他其实是没有危险的。嗯，好。而且呢，他为什么从关岛那边飞过来？等于是从第二岛链直接飞到第一岛链的南端，对，就马六甲海峡。对，这其实又有另外一个玄机，就是他为什么不直接向他最重要的地方飞去，就是半导体的核心三国，日本、韩国、台湾，他为什么不直接飞这边呢？因为他如果直接飞这边，那他就要从东海那边穿过来，就有半飞问题了。对，但他如果从关岛飞到新加坡那边去，没有半飞问题。好，接下来他往北开始到马来西亚也没半飞问题，对不对？嗯。那今天他从马来西亚往北飞，不管是要往北飞到台湾，或往北飞到这个 Korea 或者 Japan， 对，他就是往北飞啊。对。那你总不能说人家在往北飞，你说我来半飞，因为他没说要去哪啊。对。妙就妙在这了，他是不是在行程公布的时候说他是要去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他故意不说台湾？嗯。但是现在实质就告诉大家，他要来台湾，因为他不受税，你就没有理由半飞。对，好，这里显然是大家说好了。嗯，我再给大家说，显然是大家说好。那前面大家很失望，说：“哎，你不是说要来，怎么你的宣布说没有来？”这就叫做技术，就政治的布达是有技术的。所以等于说，137分钟就是在把这些东西要卡好 ，OK， 一定要一个一个对好卡好。好，所以他从马来西亚再往北飞的时候。这时候也不用半飞了，所以完全没有半飞问题了。所以我们前面所有媒体在那边推波助澜讨论了半天，说会半飞，然后害股票要跌不跌，要跌不跌，其实都白搭了。因为他只要从关岛那边一绕过来，再从新加坡往北一站再飞过来，他没有理由飞了，没有理由再半飞了。所以
他要不要什么海峡中线啊这些事情就不成问题了，对不对？好，这时候我们看到中国那边做什么样的动作了，就在南海演习，对不对？雷州半岛那边哈，好，这些演习距台湾多远啊？1000多公里，非常非常远，对，1000多公里也比日本还远呢，那关我什么事啊？好，所以股票要掉不掉哈，这件事情就不用太紧张了，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呢，似乎我们就可以看到佩洛西就会稳定的在执行，而且你注意到佩洛西本来传说是8月3号甚至8月4号才来台湾，请问今天几号？今天8月2号，8月2号的晚上10点就来了耶，他是不是提前了24小时甚至48小时来了？对，好，既然提前了这么多，好，各位，他显然啊是有备而来。而且他特别安排好，跟蔡英文见面呢是要选在8月3号的白天，让两个非邦交的国家这种高级的国家领导人，好，他是美国第3号领导人，那蔡英文当然是现在的第一把手啦。对，两边见面的时候是在白天，而且一定会在一个正式的场合，并且会让大家拍到。好，那接下来就是，那他请问经济效应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天下大事预测要说的了。因为佩洛西通过这个520亿美元的法案是跟半导体有关，那台湾是不是现在首重半导体列车？是不是整个台湾的经济都是由半导体所向前拉的？对，好，现在全世界都缺一个很小的东西，那叫做晶片。OK， 好，晶片大家都缺，但晶片有分很多奈米，对不对？好。中国那边呢，之前还只能做14奈米的，这就是所谓的华为事件，大家都知道。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知道有12奈米、10奈米、7奈米、5奈米，对不对？对，好，3奈米、2奈米，对。现在咱们的台积电已经做到2奈米了，每一奈米说代差了。这个台积电做7奈米呢，是2018年的事。换句话说，从7奈米到5奈米，到300米到200米，这中间它的代差可能是大概2年到3年。哎，可是最近啊，中国呢忽然从14奈米跳到7奈米，中兴跟海思，对，好，7奈米的，但是它不是全面的哦，它这7奈米呢是只能服务于挖矿机的晶片，也就是说不是全面开放，换句话说，晶片其实分很多很多种，对不对？你知道在物联网的时代里面，什么都需要晶片，上从卫星，下到可能一个冰箱，甚至冷气，因为你没有晶片的话，你怎么连呢？对，物怎么连呢？它会自己连吗？它不会自己连，一定是靠晶片，所以变成是无所不晶片，更不要说车子，对不对？好，那晶片的高级与不高级是不是差别就很大？对，如果晶片很 low end 的话，那当然它的功能就差很多。对，好，所以这整个晶片供应链呢，就至关整个全世界的工业发展。我这样讲好了，如果大家有点听不懂，我现在讲白一点，物联网大家已经听物联网听了5年了，想要物联网一定要晶片。好，那你如果没有晶片，或者晶片很 low， 你就物联网就连不起来，对不对？一样 5G 是需要晶片的，那自从华为事件以后，华为它的晶片是不是被断了？对，就是可以给小米，可以给别家，对不起，不能给华为，好，就是它有授权规定，不是说我给你中国的某一家，然后你就爱分给谁分给谁，拍谁没这件事哦。好，所以是不是整个华为的5G 就气势整个落下来？对，对不对？你要跟他签约那些也等于没屁用啦。所以本来华为哇气势如虹，而且本来华为的这个任正非任老爷他还说，说我这个晶片是我能生产，只是我不想生产，我要生产是可以的。结果人家说那可以，你就赶快拿出来用啊。就果然是没办法。好，意思就是说这件事还真不是说你要做就可以做，它跟那个我们修车的车床可不一样啊。就是大家可能往往以为它跟黑手一样，拍谁晶片不是这样。晶片是上百道的制程，而且是要跨国合作，对，它还真不是一个国家就能单一解决的。你比如说有些制程是要在日本，有些制程是要在荷国那个荷兰哈，然后很多的设计的这个授权是要在英国或美国等等啊。那台湾主要是那个整个代工嘛。好，那我要说就是说，所以整个半导体供应链呢，它是一个极特殊的环节。这个环节呢，在东亚这边主要是日韩台，
因为是这样，所以台湾不只是说我们在第一岛链站在中间这个特殊的战略位置，另外一个是它在经济供应链上面它的位置实在是太关键了。这样说好了，我们整个半导体供应链啊，大概全台啊，这个从业人员，从这个最主流的、最核心的产业的设计人员，一直到边陲的，只要是跟半导体有直接相关的，即便是周边产业，大概人口在30多万吧。这30万大概厂商呢是3000多家，多的时候可能到4000家。好，那这样的一个产业，在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呢，它的这个工作人员的所占比例呢，大概是1/30。好。顶多是到25%。好，你看这个比例不高。可是它钱上占了很多。它整个那个 GDP 啊的生产啊可能占到1/4。哇，那这个比例当然很高。所以我们就变成是半导体列车一直在向前拉。好，这在向前拉的时候，请问所有的国外这些相关的制程跟我们的关系是不是一直要保持？而且你知道它那个授权啊，晶片的授权它是每周授权的。他不是说一次授权就好，像版权一次授权7年这样啊，不是这样子哦。好，既然如此，那这个半导体供应链它就有它很高的神秘性，对不对？这个神秘性里面涉及到所有的通讯。那你知道这个战争啊，从什么时候真的开始的吗？我们都以为是川普那时候那个美中贸易大战的时候开始的，或者是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拦下的时候开始，对不对？例如你觉得嘞，你是不是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好，不，答案是从2013年。2013年有什么事发生呢？如果你记得的话，你获得我请你喝一年的咖啡免费。你说几年？2013年。2013年，它发生一件关键的事，您记得吗？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仗真的开始打了，而且在市面上出现一本书叫做《中需一战》。就跟中国那时候已经发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其实也是蛮了不起的啦。想不出来哈，就是北斗。我们一般我们用的是 GPS， 对不对？对。但中国他发明的北斗，你说这还了得啊？他是不是到他的卫星上就可以侦测全部？对。别忘了哦，现在全世界生产最多无人机的是哪个公司？无人机？无人飞机？对，不管大小飞机，无人机的是中国的哪个公司是第一名？几乎市占率达到70%以上。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一定不是学商学系的。大疆。OK， 大家都知道，大疆大概市占率达到70%，但它不是那种很高级的那种军事用的无人机。这军事用无人机那个还是在美国那边控制。可是，请问是不是所有的无人机，都是要晶片呢？是。好，那无人机再连到卫星，我意思是说，再加上北斗这样的一个产业链，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个商业用途，或者只是我们所看到的一般的什么摄影用啊，或者是传播用啊等等，请问这样的用途为什么会最后导引出，或者是导致出美国需要发动这整个贸易战争呢？为什么需要如此紧张呢？为什么会到晶片这样的事来了？我们开始进到半导体晶片在经济上的关键议题了。从2013那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为什么？很简单，谁笼罩这个就会全盘拿走。好，所以你看到从2014年到2022年，你知道中国花了多少钱要去开发晶片，要过那个14纳米那一坎？老师有人问说，那个就是晶片也阻止不了战争啊？哦，晶片呢确实阻止得了战争的，因为你如果在太空拦截，有没有？对，就可以直接把它给掉掉啊？真的吗？军不见，乌克兰直接透过这种系统，是不是把俄罗斯很多将军给搞掉了？对，就是透过这种东西，就它完全就是卫星系统所产生的效应。光是这个，好，那你问说，哎，那美国干嘛不多给一点？哎，这就是我们下一个主题，咱们这个主题还没说完啊。下一个主题就是说，那这个东西如果多搞一点，不是俄罗斯早就被打败了吗？对 ，Yes， 但是 But 他不想让它这么快结束。我们在后面那一趴就是过半小时我们会继续，因为我们这节目可是一小时啦，请大家注意。我们刚才说2014年起就发动了什么呢？是中国投资了近2000亿美元，2000亿哦，在很多的公司，包含清华、紫光，包含武汉的全新等等，甚至济南的等等，
好多公司都投资在里面，你几乎可以看到哈，所有重要城市可以放科技人才的都投进去了。嗯，就这2000亿，基本上除了最近的中兴以外，就是打水漂了。嗯，几乎就是完全打水漂了。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当然，芯片的制程和开发，它绝对是一个高度机密性的科技产业机密。嗯，好，它不是说你说模仿或研发就可以做出来的，它这些也很多啊。好，那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个有趣的图，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小卢手上拿的这六个人呢，在过去这一个月都被抓了，其中有四个是清华紫光的高管，另外两个是另外两个公司的。嗯，而且他都是科学家哦，都是科技科高科科技的管理人才哦。他们的位阶相当于台湾的什么阿素斯的好沈振来啦，或者施崇来啦，或者是像我们的什么台积电的那种哈总经理啊，他们都属于这种级别的人哦。对，我说被抓的什么意思？真的是被抓进去关嘞。OK， 大家看清楚这几位哈，我们就算了，他们已经准备未来成为更生人。那为什么会如此呢？就是在这个制度里面，他们上下其手。嗯。结果他们没有完成开发的任务，反而是 自肥了啦、嗯。好，那这样的情况，当然对于习近平或者是他们的国家这个领导人来说是颜面无光的，而且觉得实在是很糟糕。他们一直想要突破这件事，好不容易最近因为挖了很多台积电甚至联发科的人才，然后到中芯去，甚至到海思去，结果呢，就开发出现在我们看到的，可以挖矿的这种晶片七奈米。嗯，而且是一下跳跃过12跟10，对不对？哈，他跳了2代，直接跳3代了哦。那表示他一定是做了特殊的情报安排。嗯，好，看起来这个挖角哈，应该是到新竹去挖的。新竹已经到处充满了各种各路人马哈，就像以前的那个1945年以前的时代是吧？什么中统、军统的那种一大堆这样的人，什么国安的各种人。所以这样的人到了中国那边去以后，去那边发展以后，他等于就是把他的技术带过去。对，但带过去还是有些部分没办法授权。我们知道，在晶片上面有一个东西叫做光刻机。嗯 ，OK， 这个光刻机可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有的。嗯，没有美国的授权，光刻机就不会出现。而且光刻机还分很多种。嗯，好，不是一台就可以一了百了，它可不是那个什么体温计，也不是什么那个测量你血压高低一台就可以解决，都不是这么简单的东西，它极为复杂，而且每一个纳米都不一样，而且你做不同的种类，它会有不同的这个需求，它这个是高度机密的。它这个光度机显然呢，就只有某一类流到这个中心去，好，并且好。它是不是可以有效的未来复制的光刻机，其实都还有问题。那也就是说，他们花了8年以上，超过2000亿美元，是不是都是钱？对，并没有真的突破半导体的问题。嗯，所以在未来的物联网时代，我们讲到未来的工业喽，哈，在未来的下一波的物联网时代，显然中国在这里就要排到2段板。或者3段半去。哎，欧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这次裴若曦来到台湾，跟他这一次的晶片法案，是我觉得好像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对，马上通过他就到台湾来了，然后是不是要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半导体的一个产业链，或者是这些国家，然后来排挤掉中国？因为他这个法案里面其实就是完全是针对中国，因为他里面有一条，对，说你如果是受惠于这个法案，对，10年内不准去， okay， 对，是10年完全不准去。好，所以换言之，台湾等于获得10年保障。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半导体供应链，我刚才说了，这3000多家厂商，对，30多万的从业人员，也许和偶尔会膨胀一点，也许经济差会小一点，但跟人口有关，也跟时代需求有关。好，总而言之就是。台湾的这个以新竹为中心，然后包括内湖、桃园到台中、台南哈，都有部分半导体整个供应链。对，合起来这五大科技园区，它所形成这个半导体的这个高度列车呢，还能够兴盛10年起跳。因为等于说这个晶片法案的一个关系，而且是美国制定了这个计划。对，那
佩洛西的代表这整个法案的所有的主控方，嗯，听清楚哦，所有的主控方来做一个巡礼，嗯，他们才是真正的老板，嗯，我们其实是他们的打工的，嗯，但是我们能到那边打工也已经不简单了，嗯，哎，如果大家有点听不懂的话呢，我请大家回想一部很有名的片子，那部片子呢是哈里逊福特所演的，他演一个很有钱家的这个大企业的这个第二代，然后呢他不小心后来爱上了在他们家长期住着的一个小姑娘，那小姑娘长大了是学画画的，学摄影的，然后呢他的爸爸是帮他们开车的，对，然后后来这个小女孩就跟他爸说，那你跟他们这么久是不是也存了一些钱，他说对啊，他们 买股票我就买股票，然后呢于是我就这样子赚了，然后他女儿就说100万吗，哦不，200万，请注意是美金，哇那当然是富豪了，尤其那个当时那个片是在二三十年前拍的，换言之你如果在高度列车旁边，即便是以前说切菜的，即便是只是在里面负责帮他擦玻璃的，你所 share 到的都可能比那个传统产业要多得多，或者比传统产业的企业主要多得多，这确实是千真万确的事，直到今天仍然诚然不虚了，在台湾那有这样的高列车啊，高经济效益的产业的国家其实老实说不多，大概就10个以内，台湾人荣登在这里面的话那是确实不容易，也因为这样所以即便台湾最近因为陆客没有来台湾，或者说观光不景气，或者是这个疫情的关系，好多餐厅可能都快倒掉，可是台湾总体经济上还能撑得住，好，这就告诉大家台湾至少在总体经济上10年内绝对不会有大问题，因为这个法案的关系，大问题没有，我不是说小问题了，大问题肯定没有，就是说它至少可以立于不败，这是台湾，但是中国那边就很难说，就是说它这个晶片的开发情况会涉及到它整个工业链的占据部分，为什么你晶片没有嘛？好，目前我 请大家稍微复习一下，中国那边的工业生产在全世界的工业总值的多少？20%，其实还是不少，可是请注意啊，这个20%在逐步的流失中，我不知道它流失的速度会多快，这当然要看各个产业，但是是分别有哪些呢？是由越南、印尼，甚至巴基斯坦、印度，乃至于泰国、马来西亚，甚至是约旦，还有埃及分别去接单，这就很恐怖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人口连接起来会是中国现在人口的2倍以上，对，好，既然如此他们要去削部分的订单一定做得到，而且也很愿意，再来是中国他那边的工资其实也上涨的，早期我们说这个东莞他们早期去唱 KTV 听说一个人不就是100-200块吗，现在可不是100-200块的事了，对，好，那结果现在的东莞如何，现在东莞只有当时最新生东莞的那个人口数的大概只有1/10，十分之一啊，就是连二奶都做不下去了，就东莞连二奶业都混不下去了，还有那个整个 KTV 里面啊成团成团的小姐们，好，那些伴唱小姐们或伴游小姐们也都不见了，也就是说这个产业链在所谓珠三角这样的位置呢都已经撑不下去了，好，如果东莞是如此那就不要说什么虎门啊，或者是这个深圳的松冈啊那些，这是不在话下，哎 Peter 哥，我们有网友在问啊，就是说张忠谋唯一认定的敌手是三星，是他说大陆已经失败一次，打掉重练需要5年以上的时间，美国可能要10年，我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好了，韩国最近我们都知道它有巨大的问题，就是说韩国虽然有三星供应链，但是它在整个半导体里面呢那一块虽然不可取代，也不会完全消失，而且美国也一定会稳住它，为什么不稳住它也不行，对，因为那一块一旦它被另类的次化，或者说它跟中国靠近一点，那可就麻烦了，好，所以他必须要稳住这一块，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是韩国极有可能在下一波里面破产，因为这是整个经济体的问题，我刚刚所讲就是说台湾在下一波的严重的经济大风暴里面是不至于破产的，而且应该还可以保持在全世界的前30名的国家
这个水平里，这个是总体经济上是没问题，可是不代表所有人都 OK， 我们比如说有人是搞游览车业的，哇，这真的很惨啊，或者有人是开餐厅的某些特殊种类餐厅，或者开民宿的，他们其实真的都有点累了，好，那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就只好你头恰痒痒，虽然够细苗，要设法这个去 cover 自己，对，可是国家总体上不至于到完全没有钱，对。对不起，韩国可不是哦。韩国极有可能是整个国家差不多垮个大概六七成。好，这跟他的国家的体质有关，因为他走的都是大企业。台湾的中小企业啊是137万家。大型企业呢大概是3万家。好，我们所谓的中小企业跟大企业是有金额或者人数上的区分。对。大概100人以上好成为大型企业。好，那中小企业大概就是几十人或者是10来人或者是只有几个人叫微型企业都好。那营业额呢就是大概1亿以上好才能叫大型企业。好，好啦，这个规定呢大概我们大致上晓得。那由于我们有这么大量的这个中小企业。对。甚至我们的大型企业有时候也不怎么大了，很像外国的中型企业。对，这样说就是说它弹性度很高，对，这资金的调度也很强，而且员工在跳槽的时候没那么麻烦，你比如说这间30个人不见，他就赶快分散到别的地方去，他马上就可以救援，但是在韩国就不是这样了，他是可能一个团体体一垮掉，砰啊，他没办法四散去，所以我认为呢，张忠谋是客气的哈，他把三星设为这个主要敌人，他是客气了，好，当然也许在技术上他们是不错的，但韩国他们在局部的技术上甚至部分的大学排名上是完全不逊于台湾，甚至部分是超过台湾，但是如果看医学这一块你就知道台湾确实在这里有这个优质部分，换句话说在整个科技的总产业中环节里面呢，台湾其实确实是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如果我们按照这个人才的比例来算的话，对，或许我们是在前20名里面。好，那这也才使得我们可以扮演半导体这个产业链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些角色呢，还真不是可以随随便便替换的。那我刚才讲说，整个半导体产业未来是要干什么？是要准备，而且现在就在进入中。对，不是未来哈。对，它是一步一步的向前进，就是所谓的物联网。大家要想一件事，汽车，我们光讲 Toyota 就好 ，Toyota 的 Altis 17年前的 Altis 跟现在的 Altis 差很多啊，对，对不对？对，现在 Altis 它可会自己已经帮你这个闪车子啊，干什么会提供你很多事情了，对不对？17年前 Altis 的就是冷气会凉，然后倒车会告诉你哔哔哔哔哔，旁边的有靠这个它哔哔哔这样，但是它没有那么多这么多的电脑。会告诉你什么事情，也不会让你搜寻什么，也不会让你手机的 YouTube 可以上去等等，但现在都会了，同样是 Artist， 那为什么能够这样？因为那个物联发生了，不是我们的手机 YouTube 能够上去，这不就是一个物联吗？对，好，那现在 Toyota 已经做很简单能做到，而且是国民车，同样只是都是100万以内，当时的价钱跟现在并没有差距很大，可是问题是这个科技的这个 gap 太大，我认为这个 gap 好，这个鸿沟哈，跨这一阶啊，我觉得比清朝跟秦朝差2000多年还要大，表面上只有10年，若干年，甚至可能更短，也许它的是2011年跟2020年的差别，10年不到，可是这一阶一越过去，比过去的可能2000多年差的还要多，那我们回头去看这个事情，这个物联网难道只有在车子里面这样吗？不止吧，对，手机还有你家的电锅、你家的冰箱、你家的冷气，他们全部连接了，几乎所有，对啊，请问是怎么连的？难道都叫安东尼或玛利亚去连的吗？啊，还是就例如你回家去按的吗？不是吧？不是，好，它显然是透过晶片，对，好，这也就是使得晶片何以如此重要。那我在这里跟观众朋友讲啊，除了晶片重要，你看一个国家的体质，晶片是一个指标，另外有几个体质是它的基础工业体质，能源，对，下一个是能源的体质，就是说它的能源布局，不然它是用天然气啊、煤矿啊、石油啊，或者是这个我们说核能啊、好风力啊、水力啊等等，好，这些整个布局怎么样，而且稳定不稳定，因为能源供应不稳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欧洲那边的能源就相当的有危机，这个我马上要讲到。嗯，好，接下来除了能源以外呢，就是它的金融跟货币。好，那为什么我们马上会遇到超级的金融风暴呢？很简单，请各位注意，全世界的前三名的经济体，嗯，前三名，嗯，是不是美中日？嗯，偏偏美中日三个国家呢，货币都超印，中国超印五倍，美国、日本也都超印，只是没印到五倍。超印货币就会造成什么？通货膨胀吗？对。请问美国、欧洲就欧盟啊，哈，英国他们的通货膨胀都到多少呢？跟各位报告是8.6到9.1啊，不得了的多啊，不得了啊，这个是史上很恐怖的事情啊。那这一定要出事的嘛。那美国要不要设法把这东西给补起来？一定要 啊。那找谁呢？找垫背的。好，大家知道佩洛西来干嘛？好，这个半导体供应链，他掌握到以后，他找很多垫背的嘛。你们大家就得贡献，那你拿到单，你不要贡献啊？对，是不是？嗯，做业务我们知道要贡献嘛，好，要回馈嘛，哈。白话文叫回扣啊，哈。大家有点听懂，我真的不能再说多说，会被开罚，对不对？好，大家讲到这，大家已经了解。所以这个整个供应链，它一旦形成以后，如何把美国缺的那块给补回去？嗯，因为全世界一个总产值啊，到目前为止，美国大概一直占大概1/4到1/5，最厉害大概占到1/3。嗯，那总的这个数量金额来说，我们用美金来计的话，大概在100兆以内，嗯，到80兆之间。好，一样啊，我们每天用的石油多少桶也是可以算得出来的，跟我们的整个工业生产情况还有人口 有关，甚至我们每天吃多少只鸡也可以算得出来，对啊，每天吃几只鸡还是用多少颗鸡蛋都可以算出来的，一切都可以量化。但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啊，由于这三个国家，当然不只是三个国家了，印钞票很多国家了，印了这么多钞票以后，后面事情大条了。我们首先看到中国那边数十家银行，甚至领不到钱，对，然后这么多的建设公司就倒闭，好，或者是就是那个不准倒的倒，好，然后烂尾楼一大堆，好，然后剩余的房子数千万户，好，30年消失不完。那美国那边也不遑多让，日本呢也停滞30年了。你认为这样全世界会好才见到鬼？好，可是他们除了半导体这一招以外，还用了什么招呢？那我们跟大家汇报一下。那就是刚才我们有提到的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我问你啊，你觉得乌克兰会赢还是俄罗斯会赢？你目前这样看拖了5个月，你觉得谁会赢？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办法判定谁会赢，因为这要看背后是谁在主导吧。你这样讲就是非常的这个诡计论，就让人家觉得人间非常的复杂。对对对，完全不单纯，不过政治真的是如此，经济也是这样。为什么美国供应给乌克兰这么多武器，怎么还打不赢俄罗斯呢？对啊，他是不是没给最好的？肯定是，肯定是。好，那他为什么不给最好的？因为一下最好把他打败了，那就没戏唱了。好，那虽然那个泽连斯基就讲说，他们希望能在冬天以前就能完成这些事。这其实是有喊话，因为他可能他的国家快撑不住。那俄罗斯那边呢？俄罗斯那边因为它自己有能源有粮食，而且在莫斯科或圣彼得堡呢，你完全感觉不出来这个国家在打仗，因为他们派的都是外围的，因为你知道俄罗斯总共大概有1.4亿的人口，对，他可以派外围那边比较相对比较穷的人去。好，这样的话呢，他那些核心的具有舆论威力的那些人，他是没感觉的。照这样，如果美国或德国、英国、法国继续用现在这个态度的话，这个仗还可以打很久。那打很久在干嘛？我提醒大家一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经过韩战、越战，然后还有两伊战争等等。每一次战争之后都做了一个大幅的经济调整，全世界都借着战争在做经济结构调整，没有一次例外。听清楚哦，都借着战争在做经济结构调整，没有一次例外，这一次也是。所以这次的半导体的供应链，再加上乌克兰战争，事实上
都和美国在调整美国自己的经济体制和全世界的经济体制是有着息息相关的关系。嗯，你看这两个好像差很远，其实是有关的。嗯，好，那么它会调整成什么样呢？我们先说他们两个打架最大受灾户会是谁，你猜猜看。俄罗斯跟乌克兰两边打架，当然乌克兰最倒霉了哈。对，那其他周边的倒霉受灾户你认为会是谁？随便猜。中国吗？中国是下一个受灾户。下一个受灾户。最近的受灾户是欧盟。欧盟 OK。好，为什么？欧币。天然气。嗯。天然气现在说尽量不要用，可是它本来用很便宜啊。对。现在用变很贵。对。哎，天然气成本升高，那它其他成本会不会升高？会。它会不会通货膨胀？它会物价上涨？好，那本来这些很多国家就已经那个摇摇欲坠了。欧洲国家摇摇欲坠的，我随便举几个例，大家都耳熟能详。希腊听过没有？对不对？意大利听过没有？好，西班牙知道吗？葡萄牙知道吗？光是我只是随便举几个国家，情况就已经十分惨烈了哈。那这些国家过去的那个它的债券的这个收益很高，就是因为它的国家摇摇欲坠嘛，所以就给很高利息嘛。对，几乎只有一个国家最稳，那个国家叫德国。嗯，所以国家那个德国的国债呢，就那个收益率很低了哈，因为它利率不败嘛。是因为它的本身的基础工业还有它的是很没有错的，没有错。它从这个1948年开始恢复以来，还有马歇尔计划恢复以来，它其实就非常的稳固。再加上它接收了大批的技术人跟工程师，在1950年那个时段里，使得整个德国工业非常稳。这种稳的情况，老实说，比日本还稳。日本有点像东方的德国，两边的人口结构也很像，以及土地面积也非常像。可是德国在这个地方的稳固度比日本还要再高一阶。但我们看到它经济体上也非常相似了，好，它是第四大，就是单一国度来说，它是第四大的经济体。对，可是德国所面临的情况跟日本非常不同。日本它是单一民族国家，还有它可以单独发行它的货币，它可以一直量化宽松、量化宽松、量化宽松。简单的说就是印钞票、印钞票、印钞票。所以你看日本的国债一直保持在0.25%，收益率还不错。对，可是欧盟那边就不一样了。欧盟那边没有任何一个欧盟国家可以随便印欧元哦。嗯，这就我们想到为什么英国他要退出欧元区，甚至退出欧盟，因为他的回复他的英镑，他回复他才有那个调节能力，他可以爱印多少就印多少。对，好，可是现在呢，希腊能不能这样不行，意大利能不能这样不行，西班牙可以不行，因为他是欧盟，对，他只能拜托大家带。你救我吧，他不能一直去印钞票，他不能像美国、像中国、像日本一直印钞票，也不能像英国一样印钞票。好，所以欧盟国家会在天然气的情况下，大家请注意哦，请注意认真听哦。年底欧盟国家会因为天然气的情况使他的欧元产生很大的问题，我在这已经先给大家预告了哈。这个马上会连锁效应，就你说的中国了。他连锁效应是什么呢？你有相信是他一定萎缩他的消费，他变成只能回到民生必须。欧洲国家不至于饿死人，因为他的整个资讯发达。可是欧洲国家他可能有些局部的地区他会变成，就是说除了吃的以外其他对不起。为什么叫其他对不起？比如说冬天很冷一定要暖气，对，拍谁没？嗯，没有就没有啊。嗯，当然北欧五国可能不至于，可是南欧、中欧就很难说了。好，那为什么我说不是西欧？因为西欧体质比较好嘛。嗯，但南欧、中欧就很难说了。嗯，所以有局部地方可能会有人因为天然气不足、暖气不足，能死掉，有可能。嗯，好，这种局面呢就要来临。那当然。如果连暖气它可能都未必可以获得充足的供应，那其他部分就不用说了，它其他都不要消费了。嗯，这就好像现在这个中国部分地方很多人就不用消费，用李克强说的嘛，有6亿人他的年收入都只有1万人民币以下，什么概念呢？就4万台币，4万台币就是
这个你们办公室里面一个阿梅亚的薪水就是4万台币嘛，他是一年啊，开玩笑是6亿人啊，那我们现在知道那个上海公布出来的人口资料是10亿多嘛，换句话说他60%的人是这种收入的，那你看这些收入人还能买什么啊，对不对？那其他人可能是2万的、3万的、4万的、5万的也不多啊，超过5万的加起来只有这个可能2000多万人如此而已啊，照这样你认为中国如果受到影响那将是另一种狂风暴雨，于是我们知道中国有下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刚刚我们讲了粮食，刚刚我们说欧盟那边可能不至于有粮食问题，可是它可能有那个天然气、暖气等等问题，它会太冷，可是中国这边可能会不会有别的问题呢？因为我们知道它粮食长期是要靠进口，它每一年缺2亿吨，那会不会在今年或明年的情况之下它这个连锁的经济效应粮食产生问题？答案是会，因为它有太多偏远的地方会缺乏照顾。那我们从最近的整个大环境来看，粮食或者食物好了，不管水果蔬菜或者是稻米小麦大麦等等玉米等等或者是大豆，请问这些粮食是不是开始有点进入稀缺状态？各位知道稀缺的意思，稀缺原理。好，这种稀缺状态呢，使得我们未来在你整个投资上，可能粮食股可能是一个蛮重要的。我们知道现在那个什么植物保护啊，或者是很多的这种动物保护啊，都和生态的维护有关，而且它已经不是只是一个理念而已，它是跟我们整个大的环境的维持有关。我跟各位报告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认真听啊。咱们在30-40年前，台湾周边的海域可以找到鱼是300多种。请问现在剩多少种？您知道吗？一如姐姐，不会剩下几十种，就是几十种，就只剩8-90种。而且海洋生物学家有预测，大概到2050年呢，你就吃不到海鱼了。吃不到海鱼啊？哎，拍什么啊？就是说我们以前说不要吃深海鱼，因为它很多重金属，对不 对, 对？到时候是你想吃也没了啦。不像蜜，你想要重金属重的没有，就是被捕获完毕，或者是它死掉了，生态上不适存。可是不会再生吗？就是生不了，生不了了，生不了了。好，那30年后没海鱼可以吃，那吃什么鱼呢？是鱼温的鱼啊？鱼温啊？对，好，那全台湾能有多少口鱼温？好，只要是一口哈一甲，那是有限的。对。每一家能养多少条鱼也是有限的，养鱼养虾养什么的都是有限的，那个是不是叫做有限资源？对，好，假设鱼温曾经最低可能是一口一甲150万，对，是最低，对，你放心好了，那时候绝对是一甲可能是5000万1亿，为什么？就只能从那里出来啊，好，所以粮食的投资已经是现在刻不容缓的事情，只是要小心啦，好，因为它每一种情况不太一样。例如说，你如果投资的是那个是养虾子，你知道虾子很容易集体死掉，那是非常不一样的，好，所以如果从欧洲，也就是说今年的12月起就利剑分晓，欧元就会受到很强大的挑战，因为现在欧元跟美金已经就差不多1:1了，对，那我不知道全世界啊，在这些国际贸易的结算里面，欧元占了4%。14的结算，换句话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结算单位，好，那其实原来是跟美金呢是看起来可以拉近，可是现在看起来是越来越疲弱了。我讲这样大家已经听得懂了，所以你在避险的时候，如果你选择的货币啊，那你应该从我刚才的话可以听出来，美金、日元、好，人民币、欧元，好。这哪些是安全的？好，大家应该听得懂了，就是谁能够飞机飞来飞去护盘自己，还可以用法案把大家扣住，还跟你说那个利润要分好，这种相对是安全多，对，但是呢连个天然气都 hold 不住了，可能就相当危险了，好，那谁超越了好几倍，那当然非常危险，好，所以许多人也并不真的看好，好，印了太多倍的那几个国家的货币，对不对？这当然很容易得知了哈，这货币真的是不能乱印啊，历史上就有好多朝代是因为这个发行货币出问题而倒台的哈。那我们回过来看，那欧元区未来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呢？
如果欧元区会对天然气的事情如此敏感，那它在其他能源方面是不是也如此敏感呢？答案是是的。但是因为每个国家不一样了，比如说核能，核能在法国、德国的配比就不一样。好，还有很多国家的电跟别的国家买，但你注意哦，整个欧盟国家里面，甚至有跟俄罗斯买95%的能源，好的天然气，也就是它占比占了95%，这十分恐怖。能够占比在50%以下的国家呢是不多的。好，这有一个表，大家很容易在网络上查到，好，在这里就不一一的把它背出来了啊。那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国家会受制于这个俄罗斯的天然气的问题。这个发生的连锁效应呢，会一个是它成本上升，第二个呢是它自己的经济体呢会受不了这个摧残。那我们现在全世界的这个所有的国家或者是经济区块啊，对，加总起来我们大概是说是200个经济体，这200经济体我目前看到已经呢就是已经就是倒掉了哈，像斯里兰卡那样、巴基斯坦那样的，已经有若干国家。那请问在年底这一波到明年或者未来这一整波会是个什么局面？我答案是会有更多的国家倒下来，而且这些国家呢恐怕有些是大家原来觉得体制好像还可以吧，就是约定俗成上以为可以，当然就包含我们刚才所说的欧洲国家了。我举一个国家为例，我们看到这么多名牌跑车，甚至名牌的包包、名牌的衣服，不都出自于意大利吗？但请问意大利体制如何？意大利体制非常不如何，早在2009的那波其实就怪到，如果不是他出了一个很优秀的金融家，跟他后来总统，是最近这总统下台了，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他可能那波就没拖过。他正好那个时候运气好，但接下来这波为什么没办法这么运气好的呢？是因为他整个洞已经太巨大，就是这个泡沫越吹越大，也就是大家一直超用未来的，终于有一天呢，那个杠杆倒了，没办法再超用了，你超到某个程度的时候，他就完全破掉，破掉了你就得补，对，这一补马上就看出各个国家的体质了，是不是？好，那请问，那像意大利、希腊这种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国家，还能够看得起多久呢？那大家就有一个问题了，在美国这样子是不是太居心叵测了？他不顾这些国家的死活吗？还让乌克兰跟俄罗斯在这打下去？如果不打，不就没事吗？对，不打就没事。所以大家立刻想到，哎，那会不会普京跟拜登也有打电话？有可能，完全有可能。就好像习近平不就跟拜登打电话吗？137分钟啊。对，那在讲什么？一定在对稿子吧？就说哪项你们要怎么样，哪项要怎么样，然后我们怎么样，你怎么样，然后才不会怎么样。好，对，也就是说沙盘推演了。沙盘推演，对不对？好，很像。先把 round down 写好，就是这个该怎么样，确定按照稿子演，对不对？说话要怎么说，照剧本演出，对对对，连说话也必须要按照怎么说，以免说的过火。所以可以发现官方发言人跟那个民间发言人是不一样，民间有些人是唯恐天下不乱，对，努力烧，对，但是官方发言人可就不是，他知道不能随便再向前进，是不是？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啊，我觉得，为什么他放消息出来，等于说像拜登的跟习近平的通话，他就然后结束之后，然后拜登会说就是警告中国说不要再玩火自焚了，但是他的背后又是在这137分钟，可能搞不好是在沙盘推演怎么样子的一些动作，是不会侵犯到一些对方的一些底线。那为什么他表现出来的是要是为了要巩固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些政策？内部有很多需求哦，需求内部有很多需求，对不对？好，里面我讲台湾好了，台湾有蓝跟绿，对，好，那蓝的观众要听什么，绿的观众听什么，是不是基于需求？否则他就转台，对，对不对？所以绿的那边你不讲说哎台湾哦，他就转台，好，那蓝的这边呢，你不讲不骂几句那个他们爱听的话，他们也会转台。好，比如说蓝的你肯定讲到假学历的事情，就说蔡英文假博士，好，对不对？好，就不要脸，好，这样你不讲清楚的话不行，对不对？好，好，那讲林志坚火大，好，这样子哈，对，必须要演出好他们要的部分。我不是说哪些对或错，就是说不同的观众他也有听他要听的不同的部分嘛，哈。那
中国那边当然也是这样子啊，他就是哇，怎么打台湾打台湾打台湾啊，好像他以为说打就可以打，说什么飞弹可以几百颗飞出来这样子哈，他要讲的一些东西，可他不知道这是不能乱飞的，那不能乱飞怎么办？你就不要让我们有机会半飞嘛，请你从那边飞过来好不好？我们就半飞不了啦，所以这个是一个互相对稿的结果。对啊，像欧老师像今天的新闻，我像是相信那个全国的观众应该都很害怕中国会把飞弹飞过来的，飞不过来的，你放心，他们已经对稿对好，137分还对不好。今天很多对对很多全国的137分还对不好吗？不会，不会。如果哦，我在这特别再给大家另外一个，如果真的会打仗，那航空母舰不会只有雷根号，航空母舰至少会来两台到三台。对，如果是两台，就是说几乎要打仗。对，如果来三台，我们就是一定会打仗。请问现在来几台？一台哦，不就是雷根号，就是摆摆样子啊。而且这次那个习近平的20大不是也要快要开了吗？所以不太可能他会因为这个要打台湾或者怎么样，造成他自己20大就很乱了，情况就会很乱嘛，哈。对啊。好，所以我们其实可以从很多迹象可以看出来，就是这就是答案。当然就是说。这是在框蔡兰族啦，因为在这个时候也可以洗牌嘛。对，好，我再给大家另外一个提供。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军事行动，对，其实常常是经济行动。我举一个例子，比如金三胖，金三胖喜欢按飞弹射，然后就叫大家注意我，注意我，注意我哈。那请问金三胖那是军事行动还是经济行动？大家以为是军事嘛？经济行动。哦，因为他之前他知道按嘛，他按的时候股票会怎样，他知道嘛，先去买，先去卖，先去做空。因为只有他知道他什么时候按嘛，他怎么按几颗只有他知道嘛，所以金三胖射飞弹，请大家注意是经济行动。认识他真好，我也很想认识他。你什么时候按？我去南韩买股票，对不对？对，他一定会就会产生震动嘛。对，那震动会哪些震动就很理解。OK， 对，好，大家这样听懂了吗？听懂以后呢，那习近平在跟拜登对话什么，或者是？普京会跟拜登说什么，或普京会跟习近平说什么，是不是很容易理解的？他们应该有一定的 deal， 因为他们都是可以坐在那个最高的轮转盘上对话的人。对，这时候一定会说清楚，我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你要做什么，我这边要什么，对不对？那个第二圈、第三圈、第四圈国家就是垫背的。所以我们是第二圈的垫背吗？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因为我们要交保护费。哦，保护费，我们都知道，这个就不用假装了，不要假装，而且我们要给一点回扣。OK， 对不对？我们譬如说，我们买的飞机比日本贵3倍，这我们都知道。好，既然如此，我们现在就知道整个产业链事实上是有布局的，而且有规划的，不是我们所想的自然而然的发生，我就有代际，保证不是这样的。连打仗要打多久也是有规划的。好，乌克兰跟俄罗斯这个战争表面上好像是普京误判了，这么简单吗？这么简单吗？绝对没有那么简单。是，那为什么会拖成这样？那最后又会是怎样？我答案就是说，接着这个过程里面，美国操作出他们要的经济效果。也就是说，美国第二操作到它整个通货膨胀压力下降。对，以及整个产业链重新调整。对，等到这一切全部布局完毕的时候，这场仗才会结束。可是有时候啊。这叫人算不如天算。请问有没有可能擦枪走火的？也有可能啊。是，擦枪走火就是说，我虽然没有核子弹，但我连菜刀都射出去，老子跟你拼了，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对，好，那也有阴沟里翻船的吧？好，什么叫阴沟里翻船呢？例如美国去打越战就属于阴沟里翻船。对，这个哪晓得？好，好，那照这样的局面继续发展下去。在未来的经济这个继续萧条的情况底下，有没有可能引发其他的战争？这是大家所关心的。可是我们这个节目啊，要给大家从经济跟军事跟政治，给大家一个更具有前瞻性的说明。我认为是有机会的。也就是说，这么多国家
可能要面对破产。当他的主政者并不想要承受那个破产结果的时候，他可能会使出你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有可能再引发更大的战争。这个引发更大的战争有没有可能是一个连锁效应式的战争？那会从哪里开始？会不会又是欧洲？因为前两次大战都是来自于欧洲，对，会不会又从欧洲？这可能性仍然存在，这是我们在讲欧元区跟俄罗斯乌克兰的重要原因。照这样啊，全世界的经济在未来的6到8年，我们其实是很难看到太好的曙光。而这波的威力是比2008年、2009年雷曼兄弟战，恐怕是要更大好几倍。那么请注意，它绝对不是来自于只是一个国家的金融风暴，它不只是来自于中国，也不只是来自于乌克兰，也不只是来自于欧洲而已，它已经变成是一个全世界的联动性。好了，大家已经想知道避险在哪里，先不说绝对避险在哪，免得大家说妈我又在报名牌，这样不太好。但是呢，逃出灾难总可以吧？好，我们知道哪里有灾难，对不对？好，哪些货币在超印有灾难？对，哪些国家呢控制不住 hold 不住有灾难，总可以吧？绝对能 hold 住的地方是不多的，对不对？好，老师，有网友说，可能现在最安全的地方是金门。就是他是说去喝高粱跟拿菜刀跟拿吃贡糖吗？对，他们说要有条件的台湾可以考虑先去金门静观其变这样。我想这位网友呢，他应该就在那里有涉及了，有涉及了，有涉及了，他应该很具有前瞻性。他为什么不讲马祖或东引呢？对哦。我提醒大家啊，外岛。因为跟中国接得很近，对，一旦接得很近的时候呢，常常在动荡的时候呢，大家就会拿它来消费。哦，这点是我另类的提醒。拿来消费的意思，就说那个哈，我发动啊，我演习啊，我在厦门演习啊，厦门跟金门近不近啊？很近啊，都可以看到。最近不就是厦门说要演习吗？对不对？对。那你觉得那有非常安全吗？那就不见得了，对不对？是，对，但是他觉得安全是可以。那网友说，现在躲总统府旁边安全吗？就假设飞弹要飞来的话，现在躲总统府旁边安全吗？哦，是这样子的。蔡英文的旁边最有名的就是林智坚，你觉得他安全吗？我说完了，对对对，蔡英文的旁边很安全吗？好，这样我说完了哦。那但是整个产业链还是有一个法则可循，所以我想大家还是回到半导体晶片这个思维来。对，所以可能观众朋友你不能不做一点点的功课，你大概在 YouTube 上面或 Google 上面呢，你可以把相关的晶片或者半导体的产业链在台湾的稍微这些资料，你花点精神读，这恐怕是不能懒的。你花点精神读以后呢，你大概知道他们是在干什么，然后你会知道哦，原来为什么他们可以立于不败，然后你如果有一点点钱可以投资的话，即便你一个月只能投资个2000-3000，或者10000-20000，你知道你该放在哪里，你不要放在那个血本无归的地方，什么叫血本无归啊？例如中国的 P2P 不是就血本无归的吗？例如最近中国它不是很多人家买楼断供吗？对，对不对？哈。据说严重到上千万户的断供嘛，这不都是血本无归吗？好，或者有些人所买的这个股票最后就变币值股，对不对？好，那这些会血本无归的部分呢，请你务必闪开。好，那绝对安全的，我回到我们今天最高的主题，最前面的主题，我花了大概20分钟以上在跟大家讨论佩洛西之所以来台，而为什么习近平跟拜登要讨论这么久？对了137分的稿子。对，然后又为什么要给中国那边啊，他的中心能够出现局部的7纳米的晶片？对，其实都是有原因的，这一切都不是孤立的，而且整个竞争或者整个今天所见到的这种另类的战争，是所谓中需一战了。是从2013年就已经开始了。那请问北斗
甚至某种程度上因为晶片等于是被悬置了，对，北斗还是在啊，嗯，好用啊，你不会用，嗯，啊不好用啊，因为晶片啊，对不对？好，华为呢，华为还是在啊，没有全倒啊，那华为五 G 呢，你没有用，嗯，他那一大堆订单也那没有用，嗯，所以整个华为供应链确实被拦阻了，嗯，那这一切的供应链变成是什么？嗯，你又回到这个半导体供应链这个体系来，对，对不对？从设计端，美国、英国，啊，到核心的制造端，嗯，日本、台湾、韩国，嗯，还有部分的制程是在荷兰等等，嗯，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整个美国所特许、所认定的核心产业，它是一圈一圈，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然后另一边是军工产业。还有一边是能源产业，大家听清楚哦。再来呢是粮食产业，然后是所谓的网际网络产业。这几个环节你把它把握住，而且在核心的国度里面，我意思是说，如果是在那种可能会倒的，它即便是这几个产业呢，那也是另当别论。但是在核心的国家里面，又是这几个几大核心产业，它的相对安全性就升高了。那我再举个例子，我刚才是不是没有说食品产业？它跟粮食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这边不就有若干上百家食品产业，因为这次的佩洛西飞台，所以不是不准进到中国去嘛？对，好，它就受到极大影响，它的股票一定是立刻受到震动。所以。在我刚才所说的核心绝对不可动摇产业之外，其他都有可能被拿来当垫背的。哎，欧老师，那像这一次就是，我觉得中美的角力啊，就是可能会以现在的就是晶片法案的一个过关，加上今天佩洛西聊到台湾来，那未来我觉得是美国想要控制整个半导体的一个，他可能想要当一个主导的一个地位。他不是可能而已，他是一直是，对不对？那您觉得就是未来中国在半导体这个产业，未来他还有这样子的舞台吗？他还有发挥的空间吗？因为现在已经进行到两奈米了，对。那他们其实大致上还停留在14奈米，对，而7奈米是部分他们用另类的这个的重金挖角，哦，还有部分的这个稍微偷渡的东西给他给过去的。对，你认为从2奈米到14奈米之间差这么多代差，全世界的晶片有这么大的量，它像不像是刻意被放缓脚步的一个另类区域？当然我不能说只有他是啦，因为还有很多中南美国家，或者是这个非洲国家，或者是中亚国家，它本身 也相对是缓慢的。对，可是在所谓的先进国家主流国家里面，你被放到14奈米，那绝绝对对是放在40米50米外的国家去了。那在整个全世界物联网的世界里面，它放到这么外面，你认为它在经济产业上它被放到什么位置？所以我特别请观众朋友再注意另外一件事。过去至少在2016年以前，我们对大陆经济的依靠度是 35% 上下，最多的是到 40%， 最少也有 30%。 但现在因为中国本身它的 GDP 在下降，另外呢是它的产业链被外移，大量外移，大量取代，那么台湾的这个原来的那个三分之一的金额一旦不管消失多大一个区块，它极有可能消失到我们原来所拥有的10%，这块谁补？我请大家注意这个，这一块谁补？这块半导体产业链可能本来生产的没有变就不错了，或者增加了10%也不错了，增加20%也很厉害了，它补是没有办法补过去的。好，没办法补过去怎么办？一定有局部的人会受害。换句话说，台湾原来依靠中国的生产链所成为的中产阶级或局部的富商，可能在这里会重伤。所以就有中国概念股要重新被观察和盘整的问题了。大的中国概念股，中国概念股，大的中国概念股，我们很多产业跟中国是有关的，但我不能说全部，因为很多有布局嘛，有的只是局部布局嘛，但有的是高度依赖嘛。对，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当然要好好评估，只要是高度依赖的，那么 final 那个结果恐怕就要小心了。这是我们几乎在这个未来
趋势的预测里面板上钉钉的结果，就这件事就要发生了。那下一个问题是说什么时候发生呢？我想各位啊，你一定不要再问时间什么时候发生了，是你赶快只要确定那个会发生，好，这一类它确定是中国的这个经济链会产生影响，有的它可能保持不动，对，然后可以维持，这个算是幸运的，对，因为有些是属于基础位它不会动的，可以继续维持的，但是许多确实受到影响，我就简单说连纺织工业都受到影响了。感谢你收看，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请你再回到我们节目来，我是欧崇敬，我是易如，谢谢你收看，拜拜。